王征图就要12号、7号、12号是明显热咗喎，今次王征图要12号、7号、5号、2号，冇要11，11上次入 Q 噶喎，输俾2号噶啫。如果见到呢只11号仔啊，即叫银亮之星何泽耀。Sabrina 就是7号、12号、1号，又唔要11号，是咁样嘅。第一只买赢过就系2号吉利大胜，都唔系只个个人拣佢嘅。霍宏星上次咧就15倍跑第3嘅，咁而家已经有8倍。反而咧只精算赤焰咧12号仔咧，上次就潘顿13倍跑第4，而家去咗呢个巴道嗰度。就变成咧4点几嘅热门，1.9位置入个 Q 得2只，即系吉利大胜赢过啦。咁啊入个 Q 嘅咧就11、12换人，就系7号天天致富换咗个潘顿。Jenny 姐中意7号、5号、11号。七号咧就叫做上次输五个马位，但系2度勒避。我拣11号，我要11、12，睇下点样，睇下只7号。7号睇呢个路程点啊？七号仔天天至度，上次第5战至第4，11、7都好嘅，即系11、7。我要11、12，玩下先。而家呢只叫咩？呢只白色衫啊，叫做银亮之星嗰只嘛。11号仔，12号咧就系精算赤焰，就明显热咗嘅，即系潘顿哥上次跑第4、13倍，咁而家轻磅啊，当佢120磅，咦都做到喎。潘顿唔要呢只，要7号。我睇飞咧呢场，我买11、12啦。7、11、12都好多人关注嘅啫，7、11、12好多人买嘅。然后就只5号多人买嘅咧，就系、是。钻石翱翔，苏少辉、姚本辉，钻石翱翔夹晚12，而家7倍。二号仔吉利大胜赢，就赢过呢个路程，上次跑第3，前次跑第1，但系又飞数又唔够呢个12号好。4号叫极多福啊！4号仔唔识读嗰个字啊，极多福，冷门嚟嘅，30几倍。蓝色就系顺威王子，都系冷门嚟嘅。而家就系7号大热。7号11、12好多人关注，王子康中意11。9号咧就系、是、船里多彩隔晚15，而家都系15。嗰只八号仔落咗马，八号仔系顺威王子。直紧7彩3系天竺猫，3号又系冷门嚟嘅。3号、4号冷门嚟，8号又系冷门嚟嘅，3号、4号、8号系冷门嚟，6号系70几倍添，3、4、6、8如果掂到就好分。女士中意7号、12号，我买11、12，7号唔知得唔得咧？七号本路程未上个名喎。最叻第4、7号，11、12系入个 Q， 2号马就赢过，12都几好啊，热咗啊嘛呢只。
檔位有幾好，巴度。蘇兆輝只馬咧係姚本輝馬房嘅，隔晚係十幾倍嘅，而家係多咗飛，有 2.5 嘅位置。五號咧就鑽色翱翔，隔晚12，有個星喺個心口度嘅，而家紅燈啊！成為熱門，繼續都係潘頓一檔，天天致富。剛才那場的彈板聲勉強全部馬匹準備投檔，第二場賽事來到五班一千的短途賽，大熱是七好，來一起步的時候大家都平排出閘，快一點，外面有鑽色翱翔，中間淺藍心合金王，內欄天天致富走了上去，外面旋你多彩，外面天竺貓，跟著第六位粉紅衫是有志之佳，出閘五分紫色面裤走翻上嚟，内栏第七，仲有银亮之星啊！后面五匹马，顺威王子、精算赤焰响尾四啊，尾三吉利大胜啊！然后两匹马，红色头罩嗰匹系非凡胆色啦，褪咗来包尾系极多福嚟噶。咁啊转紧弯啦，前面放系钻色翱翔啊！第二位有船里多彩啦，天竺猫掌外面啊！第四位红衫埋面天天致富啊！攞出嚟粉红衫有二之间马林，中间弯弯银亮之星，外面追咧仲有合金王啊！最后200米到啦，钻色翱翔仲系尖尖。船里多彩率先将佢赶过，外边位置仲有天竺猫啊，后多层嘅马就是天天致富、友谊之佳同埋出边嘅精选赤焰啊，接近终点啦！船里多彩黎超星一系就唔赢，一赢赢到甩晒啊！跑第二名嘅马天竺猫，咁啊有冇机会第二咧？定系出边精选赤焰咧就要影相啊！咁啊至于第四名嘅马，咁啊嗰只只十二号跑得好过只十一号，两只马都出闸堕后嘅，同以前都唔一样。一只何泽尧，一只巴度，真系事在人为啊！真系唔关事啊，系咪啊？即系你出闸嘅时候醒唔醒神？俾只黄俊，哎，好啊，拍鼓掌啊！黄俊，船里多彩开斋啊！真系，我输咗都同佢拍下手掌啊！系咪啊？赢阿马先有信心噶嘛？嗱，睇两只十一、十二喺后边啊，真系啊，唔知做乜嘅，喺依度咁死推冇用啦，出闸醒目啲咪好咯。何泽尧真系坐咗喺个马度嘅，都唔系趌高嘅啫。可能只十号仔今日个档，即系个马步又几好。咁而家咧，苏兆辉喺前边，姚本辉嗰只马，但系都冇派彩嘅。咁而家只周俊乐又跟住佢，我讲人噶吓，你睇十一号何泽尧，唉，真系冇用啊，真系。反而只巴度啊，喺后边冲上嚟啊，反而啊啫，喺后边冲上嚟啊。系啊，呢只后上如箭，但系后上不及咧。是咩？出闸咁差，真系。只三号系天竺猫，黄浩南，哇，好嘢喎！两个，一个叫做黄俊，一个叫黄浩南，包办咗条 Q 啊，千几蚊 Q 啊，冇钱收我。九号仔，船里多彩，船里多彩，上次跑第十，前次跑第五，唔识睇啊呢啲马，船里多彩，好似又。Jenny 姐有揀呢只噶，梗系好靓啦！船里多彩，上次黎海荣跑四十几倍跑第十，唉、哎，唔识睇啊呢啲嘛，有冇近绩？有冇赛绩？靠斗志赢翻嚟嘅呢啲。9312，反而买只十二号几好啊，19蚊。